常喜欢平溪。我第一次来到台湾没多久就被带到这边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超级可爱的，而且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你进来你会觉得好像你走进去一个电影的场景啊，因为在国外其实很少会有地方像这样子，真的是老老旧旧的巷子很小，还有那个石头的那个路，然后大家就是小小的店，然后每个人都很可爱，然后